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侨社新闻，我是黄静怡。新闻一开始，首先带你来关心侨委会委员长陈世奎一行人离开巴拉圭首都亚松森，抵达东方市后，马上展开一连串紧凑的行程。首先参观了世界著名的一大部大水坝，了解发电厂的运作，接着马不停蹄的探访由华人创立的康宁医院。委员长对当地侨胞回馈社会、济世救人的工作和情操大表赞佩。侨委会委员长陈世奎在巴拉圭的行程马不停蹄，从亚松森飞往东方市后，就驱车前往世界著名的大水坝——一大部大水坝，了解整个发电厂的运作。这个水坝是由巴西与巴拉圭两个国家共同使用，在三峡大坝运作之前，曾经是世界发电量最大的电厂。在驻巴拉圭大使刘德利和侨委员顾丹成陪同下，陈委员长还在发电厂控制中心、巴西与巴拉圭的国界线上合影。一行人也深入到中空的坝体参观，近距离观赏运转中的发电机。结束发电厂参访行程后，一行人转往由华人出资建造管理的康宁医院，受到华人慈善基金会会长宋永金以及干部们在门口列队欢迎。这个医院在当地提供弱势家庭医疗服务以及生产照顾，令委员长大为赞赏。那尤其说这个地方，我们不只是回馈社会，我们真的把我们台湾人的爱心、台湾人的实力，台湾人的真正的想做的一些事情，我们都做出来了。刚才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的数字，十年来我们救的这个早产儿有4820位，这样的数字对任何一个一年480几位，这个对于生命是多么的一个成就。我觉得这一点让我来讲，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的侨胞经过打拼努力之后，获得今天的这个成就，然后他还想到回馈社会，啊，等于是做一些，我们讲说，不管是人道援助，啊，我们中文一直强调要做这个，等于是人道的这个援助者，啊，那他们都是自动自发的，我跟委员长报告，很了不起。所有人在宋永金会长带领下参观了医院内部，并探访了住院中的病人。委员长也特别准备了一幅济世利人的题字送给医院，鼓励他们继续在巴拉圭地区散播华人的爱心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台湾观电视林硕彦，巴拉圭东方市采访报道。